什么呀？我把老家的房子卖了。上一次我可能是没有说清楚，或者您看，您要不然把这个单子拿着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肉都没了，吃吃吃，来来来。肉大人。好吃，好，商量好的吧，吃货。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，新月广场的绿化项目已经通过了验收，我们拿到了第一笔回款，只要打死我们就能站起来。然后呢，给大家包了一个小红包，虽然只有500块钱。但这确确实实是公司切切实实赚的，这次不是我自掏腰包啊！谢谢吴小姐。哎呀，不用谢。你看，我们在地上摩擦了那么久，这次终于站起来。来，干杯！我们不仅要爬起来，还要飞起来。蓉蓉，我跟你说个好消息，我们公司中标了，我们开始一步一步往上爬了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我就说你能。吧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就在一个特别简陋的地方办公，没日没夜的找钱、找资源、找客户，给客户一遍一遍的讲方案，被质疑、被痛批、被杀价，但是我全都熬过来了，我全都熬过来了。我懂，我知道，辛苦了。拜拜，谢谢你。干嘛？我爸借了高利贷。高利贷？爸，这都什么玩意儿啊？啊？这是什么欠债还钱？欠谁钱了？言语一声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借多少钱啊？我也不知道借了多少钱。什么就不知道？不知道人家贴这个啊？你取钱容算取对了。这家伙以后就靠钱容了。什么意思，爸？什么以后？爸，爸，您别吓我啊，爸！不是，哎，爸！不是，哎，爸！爸！爸！爸，您怎么了？哎！爸！到底怎么回事？李万斌，你说话呀！我也是才知道，我爸为了买房子，在外边借了好多钱。
你是李阳的家属吧？来，跟老先生见个面吧。什么？张天儿啊！爸，我在呢，我跟万斌会好好的，您放心吧。张天儿啊！张天儿！爸，你没事，你放心啊。你跟我说句话行不行啊？啊，爸，您孙子还没往上呢，啊？叔叔、伯伯、阿姨、婶婶，我知道我公公生前跟大家借了钱，我们认的，请大家给我们点时间，我们处理完后事之后，会把公公的房子卖了，把账还上，请大家放心。小田啊，有你这话呢，我们就放心了。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好的，万兵，你爸就你这一个儿子，你可要坚强啊。嗯，好了，回吧。辛苦了，慢点。喂，你好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房子卖掉了。嗯。老爷子走了，我才知道，为了买房子，他把所有亲戚朋友都借了个遍，还跑去借高利贷。我以为我对房子够痴迷了吧，现在发现母子俩才是被房子搞魔怔。李半斌觉得是我不还房贷，才导致他爸出去借钱。后来一查才发现，除了借亲戚朋友的，老爷子名下有各种各样的贷款，他一直都在以贷养贷。我都不敢去算，他爸到底在外面欠了多少钱。现在人走了，债务怎么办？蓉蓉，等这个事情过去之后，我陪你好好算一算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倒腾半辈子房，我命都搭进去了。
在这儿啊？昨天晚上水管裂了一道小缝，谁都没注意到，这片就给淹了。这些明天都是要交货的。来得及。算是弄完了，幸亏赶上交工了，不然我业务全都白谈了。你怎么管的苗圃？对不起，李总，我以后一定没日没夜、不眠不休的帮你守着苗圃。行了，李总下班了，走了。等一下。嗯。有句话我今天必须得跟你说了。嗯，你说。我喜欢你。你还记得咱俩第一次见面吗？在那个火锅店拍照的时候，你把龟背竹往旁边挪了挪，怕碰到它。我说我替龟背竹谢谢你，那个时候我就喜欢上你。行，我代表龟背竹谢谢你。不用谢，只是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告诉你。嗯，令达，你身上有很多吸引我的品质，我也很感谢你，是你让我找到了心之所向，也是让我有勇气走出金达的那个人。我先，你等一下啊。我不想要什么好人卡，也不想要什么感谢卡。那我就不啰嗦了，直接拒绝了。为什么？啊，我觉得莫愁园林是我追随自己的心，是我想要跟合拍的人一起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，哪怕只能对我，或者是对我周围的人啊、事啊产生一些小小的影响，这都会让我感到开心。所以相比起谈恋爱，干这个事业更能让我有成就感。照你这么说的话，那你跟我谈恋爱影响你事业了？对啊，上班时间不好好工作，光想着谈恋爱，今天的损失就从你工资里扣。杜仲下周要，海棠立马要。我走了。真没机会了？没有，我等你。你别等我，我谢谢你好好干活。你这样，你爸也不会放心。我要是当时不管我爸要钱还贷就好。你又不知道你爸欠这么多钱。不是啊，你能不能还是先把那买房款拿出来啊？那债子能还多少是多少，利息特高。那钱我拿去投资了。不是，什么红刺？天荣，你怎么想的呀？啊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这投资呢？你当时要是早点把那钱拿出来，那我压根我就不会去管我爸要啊，我爸没准就死不了啊。你还觉得是因为我，你爸才出去借钱的是吗？啊？这些东西你看过吗？你知道你爸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借钱的吗？房贷、网贷、信用贷一个没落下，都这样了，你们俩父子还要去买一个单元？
我早就叫你们卖房卖房，你们一个都不听，非要等着，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。你看呀，你看，你倒是看呀，你知道这些钱我们要还多少年吗？你好，您的快递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嗯，没事儿。你给我起来！忙。再不还钱，家都要被法院拍卖了。开的这价格，说实话，这有点偏高，真的。兄弟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房呢，我们这价格已经给的很低了。你可以查一下周边这些设施、交通什么都倍儿齐全，这价格其实我们真不赚钱，真的。不加就已经很合适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能再给我们低了，是不是？你听我说，关键是咱这不是急卖吗？是不是？急卖的话，你急。这么卖行啊，姐？哎，您确定想清楚了？嗯。哎，行行行。那我这就去给您俩登记一下，二位先稍微坐一会儿啊。哎，还挺新，18万，十八不是这当时40多万买的呢。兄弟，车跟房不一样，落地它就贬值。得，给钱吧。欠这么多钱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上了。那就把你卖了，不行把我也卖。不是你现在说这些有意义吗？我早就让你们卖房子，卖房子有人听吗？活该，贪得无厌的下场。你说谁呢？那我跟我爸不是为这家呀。你跟你爸是为了自己，为了虚荣心，为了能把一个单元挂在嘴上。真要是为了这个家好，就应该踏踏实实去工作，不是投机倒把炒房子。那要不是因为买房，你能认识我爸，能认识我？对，所以我悔得肠子都青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，天荣？我什么意思？再话赶话说下去，要去民政局了。欠了钱，那就得还上。能还多少是多少吧。先把亲戚的钱还上。你好，李万兵在家吗？哦，万兵，是李万兵先生吗？啊，是。这是法院传票。李阳为了买房，
借了大量的高息贷款，而那一个单元的辉煌本身就是贷款构筑的虚幻，也是这个家庭最后的盛宴。田荣无暇悲伤，开始甩卖房产，饶是如此，卖房款依然无法补上巨额漏洞。第一笔贷款逾期后，拆东墙补西墙构建的资产包如同多米诺骨牌快速坍塌，资产被封，债主盈门，田荣一夜之间从云顶跌落。怎么了？发现船没有。我把房子收回去。干嘛往里搬啊？哦，你给我吧。木心，幸亏你搬走，我还没来得及把房子租出去，要不然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，炒房客流离失所，你说是不是个天大的笑话？别想那么多了，嗯，我们都在呢。你知道我理想生活是什么吗？什么呀？就是吧，住这么一小房，开小车，娶一媳妇儿，生几个小孩，老大、老二、老三，每天一到晚上呢，我就开始数人头，然后人都在，是不是？灯一关，睡觉。韩冰，等我有钱了，我给你买好多新衣服，那种裤腿笔直笔直，不熨都不行。媳妇儿，哎呦，相爱，不是死是活呀？哎，你活着呢，就是低血糖。半边呢？给你买饭去了。这么多年，我就想做豪宅的主人，结果因为贪心，干剩个啥？你豪宅没了，不是还有我吗？还有万冰呢，玉湖公寓还有一套房呢。再说了，你现在可是小股东，还有我们墨愁园林的股份呢。我就没指望那个股份，我就想帮帮你。怎么回事啊？觉得我挣不了钱是吗？你可得给我挺住啦，帮人就得帮到底，你得见证我逆风翻盘。哎，醒了，怎么样媳妇儿？还有哪儿不舒服啊？那你别压着我身了。好，你好点没啊？嗯。对不起啊。之前都是怪我太贪心了。我跟我爸说，我娶了你就是有本事。
我以后踏踏实实跟着你过日子，我不折腾。你可不能让我食言啊！我一定有本事。我信你，信你有本事。没关系，12年前我赤手空拳，现在大不了从头再来。天荣，一会儿再抽个血啊！你不是刚抽了吗？查黄体酮，你怀孕了，你不知道吗？试验田还要扩大呀，林总。是，李总。来，给李总采一束鲜花。你是采花大盗啊，给你采一束鲜花。这海棠不错，跟你说。好。回去记得按时浇水，花可以开很久。嗯。你还不回去啊？在这儿待这么久了。不会。在苗圃待得越久，我就越觉得这儿才是真正适合我的地方。孟佳，你比我更坚定，更坚强。带领莫愁烟里走下去的那个人应该是你，不是我。我们新到了一批品种，我带你看看。好啊。喂，方总。孟佳，你的翻身仗打得漂亮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集团决定再次投资莫愁园林。好，谢谢方总，谢谢。黎明集团同意再次投资莫愁园林了。祝贺你，穆家。谢谢。李总让我转告给你，这次投资啊，董事会全票通过，非常难得。嗯，李总怎么没来啊？他出差了。那您帮我也转告李总，我们会继续加油的。好，你们一定要加油哦。里边那儿就行。我弄，帮我弄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我有个提议啊，为了庆祝乔迁之喜，咱们拍张照片。行。来。从拿到新月集团绿化项目的第一笔款，到获得黎明集团的二次投资，这中间的路，莫愁园林走得艰辛，但回头来看。每一步都是坚实的脚印。呀，准妈妈！哎呀，穆佳你来了，咋样啊？你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嗯，老公，穆佳的西红柿鸡蛋面。得嘞。嗯，拿着，这哪桌的？最里面那桌。这个哈。啊。您好，您的凉菜，谢谢。没事儿，哎，你就放那儿，我来。想放这儿？这个是我们苗圃自己种的海棠花，令达说记得按时浇水。我说呢，开这么好看。哎，你现在食欲怎么样？食欲挺好的，比刚怀的时候好。嗯，这现在是多少周了？24周了。24周，那这算大还是小啊？正常吧，可能比青儿那时候要大点。睡觉怎么样啊？
挺好的，就凡事有点累。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呀、啊？跟那产检的医生似的。老公，面好了没有啊？来了，胸是鸡蛋。谢谢。堵上你的嘴，赐座吧。还得赐座。最近生意怎么样？生意挺好的。那我当老板，生意能不好吗？还有咱家顶梁柱林完冰啊，我就是随便开一店，你说酱点肉、下个面条什么的，没想到这人就乌泱乌泱的。这个我忙的呀。你这人也没乌泱乌泱的呀。我不是你没饭点的时候来，那会儿人可多了。哎，老公，咱自家苗圃的花好看吧？哎，这还挺漂亮的啊。嗯，行啊，咱这产业这么多，牛啊，媳妇儿。那是。12月5日，在第34个国际志愿者日，北京冬奥组委面向全球。真快呀、你说2008年那会儿北京奥运，现在都北京冬奥了。是，这一转眼都过去10几年了。哎呀，就记2008年那会儿一直忙着工作，现在我腾出手来了，改天我也报名去。那行，我跟你一起去啊。哎，你不能去啊！你这一去去俩人，那一家三口不就剩我自个儿了？不能去啊！要去也是我自己去、啊。你是不是想偷懒、啊？哎，苗苗，那我吃饭呢。分红啊，分红我要变现的，天荣的也变现。我也要。真的啊？行，没事了哈，拜拜。真假的？真的呀！我说的吧，我是不是会投资？就说你有眼光吗？投资了我，那你怎么这么冷静呢？我都经历那么多事儿了，我现在心态可好了，钱根本就砸不晕我。哦，那要不你把分红给咱俩吧？哎，这我觉得行啊。你刚说什么？我没太听清楚。你吃你的面，你听不见？你吃你的面吧。真是。这名字起挺有意思呀，是啊，小田，小李，小李，哎，小李，这怎么回事儿？咱俩的面馆跟你没关系了，就是，你就等着拿分红。行，我看行。你都见你就开心了。每条消息曲折蔓延，不要轻易被定义。总是遥不可及。妈，我给你看看啊，这个是金龙湾的3期，这个是客厅，你看，这边有一个大阳台，是露天的，你们可以在这儿喝喝茶呀、啊，看看书啊。这个地方是你的卧室，那还有个小飘窗，这采光也都特别好。我再给你看看我的，咱们俩朝向都一样，都是朝南的，采光都特别的好。你看。我这个飘窗稍微大一点儿，你要想跟我换卧室也可以，你随时来我这儿住都没问题。好好好好，特别好，你就赶紧过来吧。你说我买这么大个房，你要不过来我给谁住啊？有妈妈的地方才是家。你现在长大了，有你的地方才是妈妈的家。以后啊，就去哪儿就跟你去呢。干嘛呀？买房多开心的事儿啊！啊，开心点，高兴呢。过段时间我就把你接过来，咱家人一块儿住。高兴点，听见没有？挂了啊，拜拜。慢慢学会坚强。怎么样，签约都顺利吧？顺利，李木家问你好啊。方舟啊，嗯，一会儿你先打车回去，我想自己出去转转。好，我找个边停。
这世上没有人能代替你一分，你的温柔眼神治愈了我的灵魂。你到我来这儿干嘛？变魔术。想用所有坦诚敲开你的心门，这奇妙的缘分值得我奋不顾身。陈佩妮，停止清晨等黄昏，看月落星辰，翻山越岭崎岖泥泞，做你身边的人。回忆多深，每一帧都为爱作证，十指紧扣着多合成，要成为最幸福。在我的理解里边呢，灰姑娘只有一个技能，就是等着嫁王子。但你跟她不一样，你有很多的技能，很多。来北京念大学，毕业后留下打拼，北京城这张地图在我面前越摊越大，哪里吃饭哪里逛街，哪家商场活动多，哪家菜场实惠大我门儿清。这十几年我搬过 N 次家，亲眼见证万千广厦拔地而起，从崛起第一仙土到筑起云顶的繁华，这个国家这个城市以这样独特的方式和我的青春联系在一起。尝过冷漠，奔向霓虹，就算沉重，就算会痛，倾尽所有与你相拥。喧哗之中，请记得我；迷雾之中，请握住我；宁静之中，请相信我；黑暗之中，你还有我。昼夜交替，哎呦，搬了这么多次家，终于能在自己家里吃饭了。多点绿色才是我创业的初心。是你的初心，让我想做一个有温度的人。我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律师。所有的功都是奖励，所有的亏都是经历。在人生这条道路上，无论是向左还是向右，买定离手，错爱不究，策马向前，光一定在至暗的那头。再见你们家，再见你们家。
我还在想会不会遇见你。你好，我叫李光。你好，我叫李慕佳。最幸福的人。